军美食。是滁州市最著名的鲁菜，排队买。我又找到了。还是不用手。你手不要好好，但我爸不想买这个，你买。好呀好呀。好呀。你不好，你做网吧宣传。做网吧美食吧，我听谁？我上哪去？我那天来的要是七号来，你看人家挺挤的。哦。一般在过节都要排到40分钟。哦。就这也排有半小时，我看。今天才半。26年老店，嗯。现在你都不干了，叫小孩干了。我们老了，一看四十，不干了。老了退休了，叫他们干。不过他干的这个，全国各地卖卤菜都佩服，用家的这个手法娴熟。你看石老板卖什么？啊，这个好，这个，在全国各地没有。滁州嘛，只能用家的，对对对，你要用这个手法，只有你。后面的两个也是对吧？你看丁子挺过了。这个，你看这凉皮太爽了。梯子卖完了，你一天能卖多少个梯子？你看这个。对，我在这行的。连他没进提到这个，厉害厉害。今年的货贵。便宜，我在六福拍的40块钱进的。我也看到过。天价最低。大拐的那个。对对对，那个多。我们都不带拐。对。全是厂家旗舰。对，那是天价了。带大拐的还那么贵，一个字得110多。就不用。我找俺家老板的，我看视频，我看到我要看。对对对。看这尝尝，更好吃。七号的陪你看。哦，七号的，卖1000斤。哈哈哈哈哈。卖1000斤。我天，再搞那个，人家是有名。上次我就是。反正昨天有个美食街的，他家老板安徽人，排第二吧。哦。没有货了。就是几个厂家。昨天家是主打主题呀、啊。那半到晚上就，半到7点半钟左右就结束了。现在像你家这两天能卖个300斤，差不多，连上。就反正到去过了清明，直到拜年，这个基本上是旺季。到冬天了就是淡季。淡季啊，是吧？卖1000斤主题就是滁州市。老板给我送两个猪蹄，送一个猪蹄，送一个牛肉给我吃。75亿。你不是面条人？我吃，拿看看这个主题呗。这心愿主题。嗯。小弟弟，你们什么时候接触演讲风的呀？1年级就接触演讲风了。嗯，味道不错。上学前，好吃。今天就不错，好吃，没有怪味。不要做的。嗯。上学前，吃点饭没有正经。这个主题口味正好。决定性。和六福天价主题不分上下。那位就说，他很喜欢这个。这也是新鲜牛肉。新鲜牛肉，炸辣椒酱。